Spot， 这是 Gamer Secret 比赛。谁能够在 Gambis 里面打倒最多 NPC 的，将会得到1000马币，也就是大约6700台币。现在来说一下游戏规则，只要打倒一个 NPC， 就要喊 Gamer Secret， 然后就会获得一分。如果打倒大型 NPC 的话，就要喊 Gamer Secret， Gamer Secret， 就获得2分。Gamer Secre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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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多少分？你不是今天的玩家，5位玩家们准备好了吗？ Yes。这个可以去休息。他只要最后一名还要被打。不会，
经调整了每一位玩家的难度，然后呢，每一个触发任务过后呢，我们会重置，所以大家的键盘可以恢复正常了。Oh, finally. 我们中场休息啦，我们先去吃个午餐再倒回来。OK。Gamer Secret 送出 Sony Frontiers 给玩家们啦，只需要把这个影片公开分享到 Facebook， 然后标记三位朋友，再把你分享的链接私信到玩家机密的脸书，留意玩家机密的脸书，11月15号将公布五位幸运儿。我们现在来到最高分的了。哦。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最高分呢？这些都是有 technique 的。就是要抱着不可以输的精神，要坚持的相信自己可以赢。你觉得等下会有人超越你呢？这个东西虽然讲是有可能的，但是绝对不会发生。Hello， 你好。目前你是排在第二最高分，最有机会超越第一名的。可是刚刚他说了，你没有机会超越他。那你觉得你能不能超越第一名呢？当然，这当然可以超越，就不可以超越。目前你还差10。那你刚才跳的时候你跳了112下，你有没有信心在游戏中也可以拿下112分呢？尽力就好了，有可能我赢不了，可是我会阻止第一名啊。现在目前有一个人跟你同分的，就是其他玩家，他说他想要跟你一起 team up， 然后去陷害其他玩家。不错提议，我先找他讨论一下，等一下。虽然说你是最低分，可是你得到一个徽章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，你们是可以选择的。那里有5个头套，如果谁愿意戴上那5个头套，并且只说你们头套的语言，连续3场，那你们将会得到1个徽章。好，请选吧。最后一个，你只能选这个啦。跳完家要停下来了，也是要穿，又穿上了家舞服。
虽然那一位是被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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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哇，最后一个拿竟然可以拿二号哎！我们会由一号开始，每位玩家将会有两次机会，用这个锤子打爆这个荧幕。现在荧幕呢是裂了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二号有机会哦。把它想象是你的女朋友啊？怎么打女朋友？已经不敢打了。来了。动蜡子了，没有没有，刚才已经动蜡子了，已经动蜡子了，两次结束了，还没爆，还没有爆，原来一号又有机会了，差不多了，裂越来越大了，没有，好了，现在又轮回一号了。我们现在呢是由这样子的方式来打，还是要打回荧幕的那一面？我们要荧幕爆。我不小心。荧幕爆了，第一号的得到一个徽章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有没有感言吗？居然会轮回又到你？我真的没有 expect 到，原本是想着可能第三还是第四个就爆了，没有想到再轮回多一轮呢、啊。真还有第二次机会、啊，第二次。Game Super 比赛冠军是，四号玩家。哇！哇！他总共得了34分。有什么？得奖感言吗？没有想到今天会拿冠军，在刚刚已经放下了夸奖冠军。非常艰难的挑战，但是都不过是因为我自己，还有是都是受惩罚。啊，那你们有什么夸奖的吗？如果下次有机会啊，不会再拿冠军了。恭喜你获得1000块马币，也就是大约6700台币。哇！那么打算用这个钱来做什么呢？来买非常非常多的游戏。这样就可以做更多好的内容啊！可以讲最真实的嘛，越来越真实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徽章的，一号玩家请亮出你的徽章。三个。300米，两个200马币，一个徽章100马币，一个徽章100马币，200马币。只有三号。拿到一个，所以我希望这个额外的可以跟他们一样。谢谢谢谢。哇！一个而已嘛，不是。你可以加油哦！加油！你可以加油！